油猪是个完美的餐点，体型不大，味道鲜美，关键是攻击受伤的风险且容易发作。大风吹过草原，这只孤独的母狮发现独自生活也是一种挑战。它因无法忍受新公狮杀死它的孩子而离开家园。失去家园的日子很难熬，它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。兽群还没有回来，它必须用尽办法捕猎，包括大型猎物，但年轻的母狮觉得它们是麻烦的对手。一只母狮单独捕猎公牛真的很困难，要是它的姐妹在一起配合就好了。现在他切实体会到失去家园的痛苦，逃出牛群包围时，他想，或许是时候回归狮群了。